开始吧。好。然后胡萝卜笔，这头这头这头。所以这个。所以这个是干嘛呀？你可以选一个你觉得对的。啊，我觉得都对，怎么办呀？那你猜一个最对的。给。挑一个，蒙一个。为什么蒙？换了一个。好玩吧？好的。应该是最大的那个，应该是。不是。羊驼。这个能不能不选这个题？是在 C 和 D 里面纠结是吧？这个，因为不知道狼毒是什么东西。狼毒是什么呀？应该是狼烟的这种。那就还是这个吧，就这个吧。西瓜藤，芦苇吧。这样，好了。你可以说一下有几个是蒙的吗？都是啊。全都是蒙的是吗？对呀。那为什么会蒙这些？因为真的是不知道呀。行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对，各位，可以去试试，好不好？谁可以踢进红框框的，可以独得骆驼十只，我可以。来，大家试试吧，好不好？来，出局，好好踢踢。我跟你讲，报告将军，我从小就是校队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您试试，来，好不好？来，哎呀呀呀！摄影师，麻烦来一脚。来来来，我们先两边先练习练习，来，大家试一下，暖身一下，用手拿比较快了。你这样用手拿有没有？这样子踢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试一下。好，我试一下啊。哇，都是沙子。杨迪，闪开！烂。哇，好远，臭脚啊，这是。臭脚，臭脚。阮先生，臭大脚啊！哎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来，来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哦，看来今天这十只骆驼你们都带不走了。我们郑女士，来，郑女士，哇，差一点，来，你近一点，你近一点，因为你腿短，可以近一点，没事的。喂，来，将军怎么说话呢？他叫周大根。哇，只差一点点了，疯。我们哇哇，我进去了，快给将军报上你的名号。啊，恭喜你可以得到十只骆驼。我看了你们这种技艺啊，要踢蹴鞠的话恐怕很难办到，好不好？那我想说这样子好不好，我们把这个标准呢降低一点，好不好？我们设计了一个新的游戏。好
然后大家呢，待会带上那个斗笠，在前面，然后呢，要转五圈，哦，然后各队两人，然后开始踢，然后把这个蹴鞠这个球呢，踢进门的，谁就获胜，这样可以吗？两队来 PK， 各派两人，蹴鞠大赛开始。好，每队呢先派两个人出来，来，请往前面一步。这队还有哪一位呢？是好 ，OK， 已经派出两员战将了。现在把这个斗笠呢戴在脸上，然后剩下的可以到球门那个地方指挥你的队员，左一点，右一点，前面，哦，可以吗？大家准备好了没？我们要转五圈了啊，哦！五圈开始就踢那个球，踢进门了就获胜了啊，哦！来转五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OK， 请比赛开始。这边，来，其余人就位。杨迪，这边，跑，黄马林，主持人这边，往左转，这边，声音走位，到前面去。来，声音走，声音走。喂，资金能到这边来。球在你左边，这边。黄马林，球在你左边。杨迪这边，再往左靠，左边，你左边。后面，黄马林，后面，左边。杨迪往你左边，前面一点，左后往左后面一点，后面后面，左手后面，右手在后面，直走，后面，杨迪直走，杨迪往你右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，杨迪一步，两步，前面再往右转，再往右转，杨迪你左边，一步两步，摸到球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们这个球按住，这个球按住，停，左左前左前左左直走，我在你左直走，直走，踢。往后面，球门在后面，球门在你后面，对，后面，明浩，明浩，往后来，左边，你在等着，在这等着，明浩往这边来，往这边来，听我声音，完了那个周深，你往左边来一点点，哦，对，往那个球门方向踢，你往前来，你往我这边声音来，你往我声音来，哦，在前面，前面，杨迪，走，杨迪走，就在你前面，走，怎么样？走，前面来。右脚边，对，很好，伸身，对，杨迪，往右转30度，右转30度，三，直走，在后面，在你后面，门在你后面，走错方向了，没有，你往前，往我这边来一点点，对，这边，手指的方向，再来一点，再往回来一点，杨迪往前，结束了，赢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队长来 PK 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两队的队长 PK 一下，好不好？那其他人引导一下，要不咱们也二 v 二吧？对，来，你去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给我个帽子，来，你上，让他们也派两个人出来。好，我们来这边，好，蹴鞠大赛开始，转五圈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哦，开始！往前走，好，杨迪，往左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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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在你后头，后头，后头，就在你后头，左脚，好样的，停！现在球在别人脚上，哎，感受一下这个球，右边，杨迪，右边，往前，感受到了。八将军，你要帮我指挥叶哥呀！有啊，天，杨迪往前就是球，往前走，但是球门在你的后面，对。哎呀，沈南，球在你左边，左边，往前，左边，往前，沈南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哎，那就球没踢到吗？再往前，周深，哎，杨迪，就在那叫，沈南对球，哎呀，现在球离你有点远，往左边走，右边走，往这，知道。知道往后，往前一点，对，我说的是杨迪，哎，球碰到了，在后面，杨迪就在你脚下，对，杨迪后面，后面，踢，哎呀，差一点，差一公尺左右，杨迪现在在球门的正中间，但球现在就在你的左前方一点点，哦，被踢走了，射门，门在后头，门在后头，哎呀，没有，往外丢一点，太难了，好难。杨迪，你的右前方，有，前面，你左右。
刘哥，后头后头，球门后头，球门球门，往左边左边左边，球在左边，左边左边，你要去抢球，站站站，哎哎，让你骗骗骗，啊！沈南助攻杨迪，杨迪，你运气太好了，我进了吗？怎么进的？耶！还有这种进法？怎么进的？Yes， 谢谢，不客气。我就知道你是细作。来，各位集合了，好，宣布成绩。刚刚呢，第二次蛇敌，哎呦，蛇敌不小心好像踢到你的脚，然后就拐进去了。我用了一个蛇腿，就勾进去了。算了吧，是我的球反弹在你的腿上。我们现在比数呢是1-1，那这时候要进行加赛。哎呦，各队派一个主将出来，一对一 PK， 谁进谁赢了。咱们商量商量。谁？苗少，谁？苗少，我看不到是西域内马尔，内马尔，请，内马尔怎么样？你们讨论出来没？当然是队长，就咱们队长对不对？家族的荣耀。好了，这次 PK 赛呢，不可以出声音的，好，好不好？就观看。好 ，PK 赛即将开始，转圈了哦，预备，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。五圈开始，来，慢慢找。球球。哎呦！看得到吧？前面有个小洞可以看，慢慢看，慢慢看。有的，有的。现在乱踢是不行的。哎呀！来，球门在后头，球门在后头。没没。左左左。哎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没没没。好的，等一下，等两位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听我的啊。哎呀，太累了。左脚踩上来，右脚踩上来。好，你们现在正前方是球门，预备，开始。叶哥现在听杨迪的哦。好，叶哥来，球在你右边。我的衣服啊，球在右边。往左，往左，左边。直走，直走，叶哥往后，直走，左后，左后，直走。球在你屁股后面。往左，左边，左边，往左。叶哥在脚跟，在脚跟后面。他们两个绕着球。直走，这边，这边。右边，右边。球门在你斜前方。对对对，是是。球在这儿，我进，往前。哎呀妈呀！球走了，叶哥往左。后面在后面。往左边，大走特走。嗨，停停。右边，在脚跟，在脚跟，在脚背。对，球球球，球门在后头，对对对，斜前方，左左前方，对了，叶哥，对了，对，踢一脚，没有，左前方，射射射射射射，跳你哥，这边右脚射，叶哥踢，叶哥踢，我们进了，我们进了，哎呀，我们进了，等一下，我们是我们进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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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叶哥用，我们进的，我们进的，我们看了，我们进的，我们看了，我们进的。我们进的，我们进的，来来来，我们进的，我们进的，真的真的是我们进的，我不是，我以导演的名义发誓，是我们进的。我们踢的时候，球已经进门了，没有，现在在踢的扑朔迷离。叶哥的脚是伸进门内，对，但没有用。我想由于啊，刚刚太混乱了，就在球门。不晓得是谁蹭到谁，谁蹭到球，球蹭到那个门进去的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公平起见，我们要看回放，到底是谁把这颗球踢进去了，制胜球。是明浩，我们这离得近。
看不见，看清楚谁啊？看不见，进网了，黄梅瑶进网了，黄梅瑶的确是先进网了，谁？谁赢？黄梅瑶。好没有 ？OK， 来恭喜我们，好了好了好了 ，OK OK， 好，宣布成绩了，来这边，好了，出局大赛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刚刚第三球实在是谁进的球都很难变的，我本来想说以我们大堂的律律，我们说那个球啊要触网才算，我们会，但是因为现在有现代的一个科学的一个方式，将军，所以说大堂哪里可以上诉？这一次出局大赛获胜的是。软基建队，耶！恭喜你们可以得到慈善的奖牌的，谢谢谢谢，不服！你为什么在使眼色？因为播出又不好。我们公司剪片，我怕什么？好了，各位别吵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也是在公司。好，我跟大家解说一下哈。好了，我们下次换，我们蹴鞠啊，我们可以换很多种玩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不服的话，我们下次可以换那个荡秋千玩法，对不对？那这一次呢，是我们自己自创的带斗笠蹴鞠玩法，是不是？它玩法有非常多种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到下一个关口去，走了，请。因为我们更需要念词，将军，你最需要念词，你的嗓子，卡痰就将军，刘将军，听说你是我们大汉第一长枪手，是吗？特别像戏子，将军过奖了。听说您的长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六式，是吗？长枪三十六式是吗？是四六式是，你确定四六式？而且没事，你都自己取了一个名字是吗？哇，听闻刘将军确有此事，六式长枪经常在我们面前会展示。那今天是不是在众将士的面前提振一下士气，展示？而且您的长枪六式，每一式都有名字，对不对？对，名字还正好是十六个字，太长了。刘将军，名字比招式还久。那就各位献丑了，六式，你得好好想一下，看看有多丑。分别叫什么名字？腿都软了。哇，长枪六式，哎，好厉害。每次得说说名字啊，将军，兄弟姐妹们，喝酒了好痛啊！你小心啊！好。还有什么？好累啊！对，好累。第一是直捣龙穴。龙穴？啥？什么？龙穴吗？虎穴。等一下，你到底是龙穴还是虎穴？重新再来一次。好，来，好。第一式，直捣虎穴。好。第二式，回首望月。好。还押韵呢。他的脚在踩押韵。第三式，一飞通天。好。第四式就厉害喽，第四式，第四式，横扫千军，吓死人，差点把我的将士给砍死，这位将士，还没到打仗的时候呢。第五式会不会想太久了？第五式，第五式，蓄势待发。漂亮！第六式，石破天惊。这跟第一式，这跟直捣虎穴。第一式是双单手力道不如最后一式，使尽全力刺杀敌人。好，我们好，接下来我们最后一次再来一次吧，连续演示完美的 ending。好，第六式，石破天惊。好。这不会是我们大汉第一枪手刘将军忘了第三式是什么了？第三式再去演示一下。
请坐，又装聋作哑。请坐。刘将军呢、啊？真不愧是我大汉第一枪手，敬佩敬佩。太难做了。对呀、啊。阮将军。阮将军在。他有八十。阮将军，在。您的年纪与刘将军相反是吗？这有什么好笑的呢？不是一个村的，差不多一个村出来的。我知道你还比他大三个月。你说是？谢将军明察。听说您一步一式，一剑一招式，是不是？那你是不是可以举一个阮式？剑法。阮式八剑法。阮式八剑法是吧？是。阮八剑。八剑呢？久闻久闻阮八剑。活死你！你才八剑呢。名震江湖，非常想斩。报告将军，阮将军，你可以批我们史上阮八剑吗？请容许我拿枪换剑。阮八剑，你选八个。我跟你讲，你用八仙，你知道八仙吗？用就可以了哈。八，或者找一个八言绝句。他肯定找不到。每一句都是。你用八仙嘛。对，就找到十八言绝句。你找得到八言绝句吗？我解释。找得到。不可以作弊啊。比如说第一件什么，我在垦丁天地晴；第二件蒙甲，然后第三件。第一件，秦时明月汉时关。嗯，好，好，好剑。可见的，大家没反应，表示大家书念的不是太好。不是，后面人都在背这个词。对，秦时明月汉时关。对，第二件，我都忘了。万里长征。万里长征。万里长征。无人还，人未还，人未还，无人还，好吓人啊！人未还，再让我试一次。万里长征无人还，人未还，你试一次还是一样。阮将军，无人还，第二件可以麻烦再来一次吗？好。你看到没有？你舞剑舞到鬼哭神嚎了。将军，第二次，万里长征。人类环，人类环，好，好。第三件，不是一紧张啥都忘了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你第三件都是错的。但使龙城飞将在。第三件，但使龙城飞将在。好，好，好，你动作弄那么复杂，你好，也不是我做。但使龙城飞将在。不让你再做一遍。不叫胡马度阴山。不叫胡马。杜阴山，杜阴山，好来，不叫胡马杜阴山，不叫第几次啊？第四次，第四次，不叫胡马杜阴山，好，好、哦，接下来要单独的了，不能一首诗就搞定了四次了，可以吗？单独了是吧？对，那也不可以用你自己的作品，从蒙甲一试不行，从锄禾日当午开始吧，孤独九剑。独孤九剑，孤独九剑，到底是要怎么样？说啥都错。到底是孤独还是独孤？孤独，你确定？对，他是孤独。孤独九剑，劈死你！孤独九剑，第六剑，九孔生烟，什么东西？七孔生烟，我喜欢九孔，你管我？好。现在第几剑了？第六剑。那边有肚子痛的了吗？还差两剑，还有两剑，想一想。九孔声音好。你不用试，乱箭穿心。是天气太冷，你冻伤了还是怎么样？你说就稍微停拍了一下。其实我后面也有一箭归宗，一箭封喉。不是，我还要等你们多久？我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第七箭，一箭封喉。第八箭，第八箭。不是，那马上封喉吧？你一箭封什么喉？一箭封了要喉。哦，封这个喉。对，好吧。你说那个喉。哪个好？第八剑，九孔乐呵呵。当官，好剑，好剑，好剑！你们太相怨了。九孔乐呵呵也算一剑，九将军，好，是好剑呐、啊。这是以您为命名的一套剑法，太令我感动了。对，好不好？阮八剑，我们的长城边关有你们驻守的话，陛下。一定是很放心的，今天可以睡得很安稳。我将军，请坐。好。
我看接下来我们好像还有很多人没有舞到剑，是不是？没事没事，这个时候你们应该都记清楚他刚刚舞了什么剑，你有记清楚吗？嗯，有吗？嗯，会吗？会。那就偏不找你了。我也会啊。你也会？当然。哎呦，九孔乐呵呵。嘿，我们都会。你会不找你了？那你呢？都会都会都会。我才不相信你都会的。这是这两个大将。要不你会？你会什么？我真的会。你会哪一个？九孔乐呵呵。这一剑而已。对对对对，好吧。大家都不怕出来舞剑。这位。醒醒。这位先生。睡着了吗？这位先生。刚刚您看到他们两位将军的剑法，你心中一定有一首歌想要唱出来褒奖他们吧？孟姜女哭到是不是？你好，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形容你刚刚看到两位将军舞剑的那个英姿呢？是不是可以唱一首？唱一首御剑。好，我觉得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国家，所以有很深的情谊。嗯，然后呢，我们也希望这里能够时常降些雨，因为这里缺水，所以给大家带来一首《情深深雨蒙蒙》。多少楼台烟雨中，记得当初你侬我侬，车如流水马如龙。谢谢将军，是否请他们两个的歌汉朝宫女送酒来？啊，可以闪了吗？这个刚刚周将士为什么唱了这么一首歌？哎，跟他们就是我们这队，我们这队的冲锋号。跟他们的，他一唱歌，我们就开始冲锋。哦，你看，这座楼带我去烟雨中。刚刚我们这位将士唱的是非常的雄壮威武，唱的我们盔甲都松掉了。